嗨嗨，这里的保安也太弱了，我发誓明天我要把这里所有的狗统统偷走。放过我吧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我来。嘎子收手吧，听我一句劝你把握不住。你在捣乱吗？我没说话。放弃抵抗，我给你留个全尸。你谁呀？你什么身份呢？我就是这条街，这条街最靓的仔。不跟你啰嗦了，我还要去下个村头狗呢。那你想跑门都没有。这啥呀？这是？哎嗨，兄弟们，看到刚刚这一幕，我要说啥你们肯定也知道啦。这躺平发育设计师挺能干呀，嘎子偷狗的热梗才刚火起来，这种皮肤就已经安排上了。而且这另一个炸弹人，看样子和嘎子是死对头啊。难不成这次是农夫和猎魔者各出一个皮肤？哎，我这一看还真是啊，躺平发育设计师，你终于一视同仁了呀。我说谢谢。好了，那这两款隐藏皮肤究竟该如何解锁呢？挖个现在就告诉大家，只希望各位能给视频来个长按点赞啊，最近长按点赞有新特效，快试试看你的有没有变化吧。另外说了好多次了，评论区不要发下次一定了嘛，每次评论看到这四个字我就脑溢血，关键我还得给你们的评论点赞，双倍脑溢血。这次皮肤的解锁方法相当有意思，所以也是建议大家提前收藏一下视频啊。首先先来解锁咱们最近大火的嘎子皮肤，需要我们开局携带上中犬技能，找个房间躺平之后等猎魔者过来。我来，就是现在关门放狗。哎嘿，趁现在啊，咱们靠近一只狗狗，直接给它抱走，就能成功解锁嘎子皮肤啦。这滚滚碎碎的样子还原度相当高啊。接下来再来解锁炸弹人皮肤，开局携带裂变经济，开始发育之后直接使用技能，接下来疯狂造一级炮台再拆除，开满20个炮台就能成功解锁炸弹人啦。技能是可以放炸弹炸猎梦者，有点意思。怎么样，各位都学会如何解锁了吗？学会的可以来个长点赞哦。那咱们先来试一下嘎子的皮肤啊，技能可以把建筑里的炮台变成狗，那我要是搭配虎年大吉技能，先用大招把炮台变成狗，等恢复之后再把炮台变成老虎。哎，你这房间就别想有炮台，这下我就能无伤挠门啦。开了个什么挂，这什么玩意儿？除了携带虎年大吉，我们还能使用克隆技术，用技能把前期威胁最大的炮台变成狗，就能轻松把大门破开。救命救命啊，死鬼。接下来再试一下这个炸弹人皮肤，这个隐藏皮肤技能是在原地放置炸弹，如果是种田状态下使用技能就会在门口放炸弹，关键这伤害高的离谱啊，搭配天降炮台前期直接秒杀猎梦者。除此之外，我还发现一个好玩的玩法，开局咱们携带关门放狗技能，当我们刷到有这个僵尸猎魔者的时候，直接使用关门放狗就能获得邪云拥有穿墙能力，因为皮肤自带移速加成，所以我们相当于有了哪吒的能力。接下来可就有意思啦，因为炸弹人是可以在外边放炸弹的，趁猎魔者挠门，我们偷偷在身后放个炸弹。快走，我操，武警。哎，在外边炸猎魔者可比遛猎魔者有意思多了，而且我们又有邪云穿墙，根本不怕猎魔者来抓。怎么样呢？我又跳出来了，站回去了。哎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？哎呀，我头痛。哎呀，真的头痛。但是要小心啊，别被自己炸弹炸到，否则会被炸晕，给猎魔者可乘之机。那这两款隐藏皮肤各位解锁完快去试试看吧。另外啊，一年一度的西瓜play马上就要开始了，那这次瓦卡肯定也会参加啦。从7月24号开始，瓦卡每晚7点都会在直播间等待大家，希望各位能够支持瓦卡，给我投投票哦。好了，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